三哥，这个是香蕉。今天包续。今天包续。举办了一场电影趴，再回到现场呢，会有很多爆戏的管理员跟社员会在那边跟我们见面，那我们就看一下到底会来多少人吧 ，Go！你们把那个林凯蒂放歌词有什么想法？大家说一下，第一件事情，那个不理论在社团我就说过了啊。第二件我不说你们知道，第一件回去你们自己好好想想看。好，像看到镜头会打招呼哦。大家好，希望各位团友哈，多多支持我们的官网，好啊，多多支持我们的 app。电影结束之后，你们要出去玩，正行女孩子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那就不吵大家了，好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来。大家，我要拍照。然后大家就开始看电影了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完电影了，可是刚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社员，他真的有按照主任说的穿着打扮复古过来，我们就问一下他是谁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。这次由主任发起的活动相当成功，除了让社团凝聚力更加茁壮，也意外帮助到了社员，发生了这一个温馨的小插曲。我想主任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动了很久很久。下一波的野餐活动，我们会在报名公社与爆料公社 APP 发布消息。想参加下一波活动的大家，一定要密切注意哦！爆料公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